你好，欢迎来今天的面试。我叫王晶，我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好的，请问吧。你的全名是什么？我叫李磊。好的，你多少岁了？我25岁，马上26岁了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来自中国。哇，这么远的国家，是的，有意思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做什么？我现在还是学生，但希望能尽快找到工程师的工作。好的，祝你好运。谢谢你。